主播记者目前所在的位置呢，就是在香港的铜锣湾。那在我的旁边呢，你们可以看到现场有众多的民众走在这香港的主要干道轩尼诗道上。那在今天下午呢，2点开始就有一场号称要有300万人的游行来走上街头，表达对政府的抗议。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画面。画面可以看到的，由于现在现场是下着大雨，所以不少民众宁可撑着伞也要来走上街头表达他们的诉求。那今天下午2点的这项集会呢，是由从维多利亚和铜锣湾集结出发，然后一路将会走到中环附近，以试着向政府表达他们的抗议。那到所谓的抗议诉求呢，由于是因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，她在前一天时候透过紧急法通过了反蒙面法这项诉求，引起民众相当大的愤怒。他们认为说呢，这项反蒙面法如果需要实施，必须要由香港警察自己本身先来实行，以免这项反蒙面法呢剥夺人民对抗政府的唯一武器。那接下来几个小时之内，游行会不会变得更加激烈？我们三立新闻在香港的特派团队随时会为你更新。